迷路了，我已经骑到了，但是显示我就在，我已经到了，但是我还找不到，我要给我的朋友发个微信。看这个风格，我感觉我已经近了，因为我朋友订的是日料店，啊，感觉已经就在这附近啊，在哪里呢？哦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耶、yeah. ！然后中间的这个螺是一个樱花煮红螺肉，嗯，旁边的这个小碟里是一个柔煮的八爪鱼，对，这个是八爪鱼。在贝壳小碟里面的话是安康鱼干，对，好的。哇，那我已经忘了他刚说那个是什么了。是的，然后我就只能知道他应该，啊，他是八爪鱼。嗯。什么是八爪鱼啊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是蚕丝鱼，这个是什么螺？这是真的吗？它应该只是掰开来了。到小区了，然后现在去拿两个快递，再上楼。买了一个这样的写字桌，就是可以把电脑呀什么都放上去，然后它这边可以调节高度的。这个呢，就是可以调节它的角度之后再锁定它。然后还比较它好的一个点是，你也可以站着办公，所以就比较适合我。现在的工作状态就是可以在这个下面放一个 iPad， 然后呢，在这个，但是我又可以正常的这样办公，然后等我腰累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站起来，嗯，等之后站起来再录一下吧。现在就录一个正常写作业的样子。先回老家。
给自己剪了一个刘海，人生中第一次剪头发，然后刚刚用准那个吹风机吹了一下，等它冷了之后拿下来，不知道会长成什么鬼样子，有点不太抱什么希望。还可以吧，虽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因为我能力有限，就这个地方有个很好的弧度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这个地方有点长，要是再剪短一点就好了。对，可以来修一下。好吃。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想你一定有很多话想要对大家说。大家好，首先非常感谢大家。我真的好喜欢这个，我今天就买回来之后呢一直在玩，然后本来我是自己买两个，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送给我朋友，就我妹也特别喜欢，然后呢就所以那个蓝色现在它在她手上，我就一直连上厕所都带着这个，就在这边戳，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地方，
就因为我特别喜欢戳那个气泡纸嘛。今天晚上是就是非常忙碌混乱的一个晚上，然后我现在要上课，上完课之后呢，11点有一个 final presentation， 然后12点半有一个考试，所以今天晚上很忙，但是熬过今天晚上的话，就只剩下2场考试，就而且时间隔得比较宽，所以就还挺好的 ，fighting。Right, if you don't understand those terms, you cannot even accomplish like the final presentation, and you waste your time during the class. So. I'm gonna be working on.Developing a drug for antiparasites. Ooh, AD or here? AD. 五一假期结束啦，很开心，吃了很多好吃的。我们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